他们是谁呀、啊？我不知道他们是谁、啊。坏蛋，干什么这是呗？不是，整不上俺、啊，整不上俺、啊、不算完是吧？不是，是不是整不上俺、啊、不算完？放心，我糊上了，我有一百种方法去行事他儿子，我只不过是现在我还不愿意去用那些方法。但是即便是不用他这种方法，他儿子一次一次进丁房，一次一次的这么恶意登记，一次一次的寻衅滋事，行事他也基本上够了，就是实打实的行事他也够了。干什么这是呗？不是，整不上啊，整不上啊不算完是吧？是不是整不上啊不算完？我就想问问，当时给上了爸整事这你怎么对了呀？来，我不接受，我反正是偷税漏税，至今税务局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，这个事到底是偷税漏税还是怎么地，对吧？税务局管他哪来的，就查不出来。作为燕山寨来说，作为平湖解放军来说。是吧？意思是让公安机关对我给有非法拘禁，但是就是在4月25号刑拘我的时候，燕山寨动用34多公安人员和少号5连机，我母亲因为刑拘受到了惊吓，两次差一点心脏病跟那个什么犯了，差一点过世，我也觉得这是我容忍不了的。这看见公安队在这一号盘，我们10多星期这公安队在一号盘，那天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，刑事拘留，现在变更为也是一号，按照程序变更为这个电视拘留。我们那个正在落实情况，现在还不方便那个透露这个事儿。这个具体的这个流程吧，我这边真不清楚。但是，目前是正在研究这个事儿，到时候市局会统一这个对外发布的。